大家好，我是昆里。趁年轻的时候体验各种不同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有说过，就是20岁到30岁是人生的冲刺期。Whatever you want to do, you want to try, just do it while you're 20 to 30. And then 30之后，你站稳自己的脚步，确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And then focus on what you want to do. 所以刚好是我人生20岁到30岁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尝试，然后就工作跟家庭取得平衡，然后希望 everyone 的。最大的挑战，从一开始我觉得申请商标，然后画图这是很难，但我觉得最近很难的是找到自己很喜欢的一块布料，但是不够做大货，不够做 enough 量的衣服。就是如果做很少量，成本就会提高。Sometimes it's a trigger, like 你真的去取舍。然后有时候如果你就只好选不同的布料 ，like 很类似的，然后可以做大货，然后让成本就是跟就是要定价都还是在维持差不多的价钱这样。然后满足的是，当就是很多人都喜欢你设计的东西，喜欢你的品牌，然后对于你选择的布料啊什么的都很有肯定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大的满足。我觉得以前的我比较自我，比较 in a way I'll say selfish, like 比较 selfish, 比较霸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人比我更霸道，就是我的小孩，就会改变心境，觉得以前就是可能沟通不好生气什么，现在就只能想要用什么方式跟小孩沟通，他用他的语言，然后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跟他沟通。以往我就是我们沟通不好，不要了，就是不理你了，对。